You're a puzzle in my head, revolving pieces that I can't put to bed. You're a riddle I can't rhyme. No matter what I sing, I'm always out of time. Shine a light on me, baby, 'cause I can't keep standing in the shadow. I'm drifting everywhere the wind blows. Can't figure you out, or paint you by number, or fill in the blanks. There's too many colors. Can't crack the code or the spell that I'm under. You're the unbreakable one. You're the路况怎么样？啊，就是一般的道路旁边而已啊，也没什么太困难的。有临近南庄老街，所以明天要去逛一逛吗？没有，直接打枪我。就有露营的感觉，不要随便离开露营区。好了，要到了，我们来准备来爬坡啦，希望不要太困难哦。来啦！阿娘，我一直前面哦。好，新城 B 区 E 哦 B 区是吧？对 ，OK。你刚吓到我，我以为刚刚的路段很陡，结果一点点而已啊！这吓死谁啊？因为我们怕搭太外面，因为我们中间这边还有帐篷，然后我们请营主来帮我们看一下位置。他跟他连着，六乘八的天幕真的是太大啦！到目的地就来这里报道了。哇，跳好高哦！跳跳床很特别，居然有时钟，这要让小孩知道时间的观念。现在晚上快八点了，玩到九点就好了，知道吗？看清楚。我要晚到十二点。等一下啊！等一下，好难扣，扣不进去。怎么扣啊？那扣不进去就喊就好了。厨艺大师，请问你可以解释一下你今天要做什么吗？做里脊肉番茄焗烤饭。他是想要把这个放了很久的番茄酱，放在家里很久的番茄酱没有过期 ，OK。等一下要请路友来品尝一下。等我，应该会被黑掉。对，暗黑料理。暗黑料理。因为他加了这些东西之后呢，还要叫我加鲜奶。哎呀，我的手在抖。先就好，先一点。好，等一下哦。这样够吗？腌肉。对，腌的。这也没办法救援，这好奇怪。我现在来评比小海刚刚煮的里脊肉番茄炒饭。先来评肉。嗯，
是蛮香的啊，那它就肉，那它已经好吃哎、欸，厉害啊，感觉有点边边有点恰恰那种煎到有点。其实我觉得那个锅巴，你不要把它当饭、当锅巴吃，我觉得可以啊。对啊，可以、啊，还不错啊，很香啊，我觉得肉好吃哦、喔。看一下，谢谢啦，感谢安慰我一下。好嫩哦、喔，可以啊，而且有那米酒香哎、欸，有下米酒，还不错哎、欸。肉类有弄米酒去腌。我再来看饭好了，很好吃的，就肉我觉得可以的。哎呀，等我吃点啊。饭哦、喔，有点干，虽然是粒粒分明，但是有点干哎、欸。我觉得饭应该再加点蛋液啊，或者是还有刚刚说的阴脏作弊酱油啊，比较汤汤水水的哦，鲜奶应该也可以啊。哦，我们那一次去哪里，败笔就是在饭，如果饭呢，就再炒湿一点，我觉得七八点起来的时候，这一道真的是一道。对啊，我第二道就是一些酒鬼在我们家前面喝酒，打个招呼，酒鬼。我们现在研究这一盏灯，这盏灯听说10万多块，太可怕了，好可怕！看路友都一直在研究这一盏灯，太可怕了。我们要来拍传说中的灯王，他说他今天只带了家里的一半灯出来而已。我们来猜猜看，他到底带了几盏灯呢？走，我们去数数看吧。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总共28盏，但是听说他箱子里面还有十几盏还没有拿出来，太可怕了。晚安咯。孔尼基哇，我是蓉蓉，60路苗栗南庄新城露营区，又是包场团录的时刻啦。我们也就跟别人团才可以录到这么优质的营区。这个营区非常的热门，不管是草地游戏区以及卫浴，都令人赞不绝口，几乎没有什么负评哦。这一集有金门来的朋友。小海扬言说要挑战金门广东粥，要请他来品鉴品鉴，到底滋味如何呢？我是不抱任何期望了，看下去吧。烟花，烟花，糖糖，效率比较强一点点而已。糖糖，我觉得体积。早上要煮什么？我要煮良品开饭的烧麦。一样用小老虎锅，可爱的小老虎锅。等你啊，还是等？你要不要吃一点？冬天暖炉团先开跑，冬天怎么能少了瓦斯暖炉呢？不仅美观点亮夜晚，更是取暖营造气氛的好帮手。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当个简易的炉具，上面放个小杯子、小茶壶什么的，就有暖暖的热茶可以喝。领航家新月瓦斯暖炉，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推，还有专利的加热器安全技术，使用高山瓦斯罐呢，也可以防止过热情形发生。我现在就来安装给大家看哦。先来介绍的配件，有暖炉主体、不锈钢挂链以及专用收纳袋。火力呢都可以依个人喜好去调整，特殊的蓄热金属网状镂空结构都能加速导热，周围都能感受到温暖，测试最高温度可以高达782度哦，但切记不要让小孩子
靠近它是很烫的哦。如果你在室内使用的话呢，最好保持通风，也要远离易燃物。主体也很轻巧，不管你是要户外露营，甚至是机车露营，都方便带着走。不管你是要挂着、放着、提着都可以。还有附专属的收纳袋，趁冬天来之前呢，赶快入手一颗吧。现在嘛有团购价哦。嗨，我是蓉蓉，我是小矮。对，我们现在来介绍营区。我们现在都是用口述的方式，希望这样的方式大家会喜欢啊。我先来介绍这个星辰露营区，它总共有分 A B C D E F G， 总共有37帐加三。为什么说是加三呢？这三帐呢是营主自己私藏的区域，只有熟人才知道的。如果你要包场的话呢，就是可以直接包到39帐。那三帐的地方我昨天有去看过，还蛮私密的。这里就是分雨棚区跟草地区。那居区比较特别，就是它只有两帐就可以包区。游戏区的部分呢也蛮棒的哦，超推荐的，完全不会晒到太阳。有荡秋千、沙坑、戏水池，以及小朋友很爱的图画区，还有塑料游戏场，甚至还有跳跳床，超无敌的啊！小朋友超爱的，一跳就可以跳到好几个小时。他们的卫浴真的是我路过这么多营区以来，算是一等一的。我昨天晚上进去洗澡那一刹那，我觉得我好像来到百货公司的洗手间一样，整个好大好大。而且它的书画区啊，就是弄得很好，规划得很好。它总共分为三个空间，第一个空间呢就是上厕所的地方，第二个空间就是洗澡的地方，第三个空间就是洗手的地方，就好像在走迷宫一样，这么大。而且它还有亲子卫浴哦，我觉得这点真的很棒哎。他们的清扫也是很勤哦，早上我还看到阿姨在扫地，看到一小片叶子就要把它扫起来，真的是整洁度一级棒的啊。虽然说它的洗手台不是在附近，集中在卫浴空间那边，但是我觉得它的洗手台规划的我觉得也不错，洗手台蛮多的，就是足够我们这几帐来使用。上面还有附洗碗巾跟菜瓜布，我觉得蛮贴心的。重点是它的菜瓜布不是那种脏脏烂烂的哦，是那种一整块的，就是有换过的那样子。对，水机总共有2台，它还有活性的滤水器哦，这点真的是也是很加分哎。大致上都是这样啦。接下来呢，切菜的大师来讲这个营区的优缺点。星辰露营区分为 A B C D E F G， 它规划来讲是说让小朋友发挥的空间是有的，它可以完全达成大人放空，小孩放牛吃草，小朋友呢就是在营区，我们也不担心他太热，因为在旁边而已。所以我觉得说它有那么高评价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是没有道理。4.8高评价。游戏区的优点就在于说我不用担心晒到太阳，这就已经是最大的优点。现在还算是夏天，但是我们觉得好像蚊虫方面来讲还蛮好的，我也有点意外。以上就是我们对星辰露营区的介绍以及优缺点的讲解。现在要煮的是粥，受邀来到这边露营哦，刚好是一个金门人，我非常喜欢金门的粥品，刚好想说想哎、欸，不然我也来煮个金门的粥来给一个金门的品尝，看看我的手艺如何。我就问他说你喜欢吃金门的什么粥，他说广东粥。那我就想说哎、欸，不然我来料理一下广东粥，看看金门人是不是会接受我这样煮法，所以拭目以待吧。既然是说他喜欢吃广东粥嘛，所以我去查询一下广东粥的，它的重点是在于有油条，但是我没有油条，油条不好携带嘛，那我就是携带猪肝绞肉来去做成广东粥。现在要加入高汤，白粥嘛还是要有点味道，反正是要大骨熬啦，就没那个时间，我就用鸡汤块取代。我现在用广东粥的肉丸子，我有自己先腌制好，就是稍微调味一下。肉丸子就是把绞肉嘛，我又稍微加一点蒜头跟姜，增加一下它的风味，就挤出来，就是肉丸子。
没有，下次就没有金门。没有，下次没有金门，没有金门，我没有金门了，我不做金门州了。金门人上场，金门人上场。好难烂哦！这他妈我拉那么多米起来，你知道吗？变脸，真的。嗯，就跟你讲说不用去买米了吧。讲一下吃的感觉是怎么样的，然后再给打分数，看是不是跟我一样。不要老实讲，没关系。这应该不是，这应该不是金门粥吧？这应该不是，这应该不是金门粥吧？少了高粱了。对，我就觉得我也不觉得不太像金门粥。这是什么台湾粥？好像也不像粥。我觉得他的表情好好笑。杂菜汤。嗯，丸子还可以啊。反正这粥好难煮啊。嗯，味道有点不太一样，你知道吗？我也发现，我也这粥味道是有点不太一样。跟我刚刚金门三个字，30分嘛。致敬版可以啊。可以。说实在话，我没有吃过金门广东粥，可是我觉得还不错吃。还不错啊。对，那跟台湾比，跟台湾比蛮好吃的。跟台湾比，其实也不错。对，但是因为我没有吃过金门广东粥，所以可以。我们要放那个中华一番的配乐。嗯，中华一番。是不错啦，但是有点就是淡，就是淡。淡。汤就是汤的感觉，层次不太一样。对，很厉害，很厉害。插一个油条，就有家乡的味道。所以是几分？87分。不能再高。打不是好吃的，真的打不到。我说，但是你们还是很捧场啊，一碗接一碗呢。金门拉料就是它就是好吃的。金门拉料，不能加了金门两个字。然后一直说金门的料理。我跟你讲，真的不用太伤心，你把金门两个字拉掉，真的是不吃。哎，你看，对啊，他们真的很捧场哎。你讲金门就会被洗脸了。虽然大家都评论过了，但是不免俗的，我自己也要来评比一下。先来吃丸子，大家都很捧场这个丸子。哎呦，丸子其实老实说真的还不错。丸子呢，我直接给95分。来评比这个汤，要我真实讲的话，它就是浓汤啊，蛋花浓汤而已啊。啊，完全不像粥啊！不过它的咸度是 OK， 但是你说真的要冠上金门两个字，好像真的太高估它。如果来评分的话呢，75。好啦，有肉丸子我给它加10分，85分好不好？但肉丸子真的是凭良心讲还不错啊。妈呀！我怎么觉得我从早到晚都没有听过啊？刚刚又是早午餐。刚刚又是小海的广东粥，又是陆友送来的炸地瓜球，还有炸物，现在又是烤肉，晚餐真的是不用煮了。Oh my god！ 我怎么觉得我一直吃啊？说好的减肥呢？银柱提供的 DIY。他做好就是个彩色的风车。我们的路友太可爱太大方了，他们家就是刚好露营出租车的出租点，我们去看看他们家的出租车长什么样子吧。走，不是，你看人吧，不用发动，这样就没有废气问题啊。你要发动会臭啊。对，好，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家的出租车。出租车，露营出租车。夏天就不用开，因为我就有冷气啊。就是它是额外装上去的吗？对对对，要驻车冷气，它不用发动啊。那这一箱是什么？这个是化妆镜啊，对啊，柜子化妆镜，然后都有灯那一些，然后这边都有灯条。我现在比较早，看不出来。那下面这些箱子？这个收纳柜啊，这有桌子，啊，这是冰箱，它可以到负18度。哦。然后收纳柜的一些。那冰箱是额外的，就是没有都我们都哦，你们都附好的。对。那冰箱大概？几公升？哇，也蛮大的啊。对啊，其实够放啊。我要放酒可以放到3手啊。对啊，这样比较有概念。边开车边喝。对啊，然后都有喝饮料。侧边也有，都100亿的电那一些，两百二。那箱子也是附的？没有，箱子是自己带的。自己带的
他就可以睡车上那。那这样子可以睡几个人？如果你说那种幼稚园小孩两大两小是 OK 的，啊，你说比较大，两大一小会比较好，啊，不怕挤，大学生来，他们是睡到五个啦。那可以了解一下价钱吗？价钱可以啊，他平日4500，平日4500，哎，假日5500，然后两天就打9折。跟九人座价钱差不多。那如果3天2夜这样子，就是我可能夜冲。因为你夜冲，可是你这样，如果礼拜五夜冲的话，你礼拜就可以礼拜一晚上还了、啊。怕塞车，然后礼拜日这样回来，你还有可以其他行李。大家可以装在这边防蚊帐。对，那你可以在里面吹冷气啊，然后看外风景啊之类的。就有附就对了。对对对，有附。然后它边边还有那个车边上延伸出去，还有旁边有布幕可以挡风啊、挡太阳之类的。哦、对、啊。它上面还有太阳能板。是可以充电的、欸、这里有桌子，对，然后那电瓶那些对那个好多功用哦，不错哎，电瓶，然后它还有 USB 的插头，然后它里面也有灯，有那个气氛灯，整条整圈的，这里还有柜子，对，多功能，还有这是算是天幕柱吗？有，它也有附，它可能没有带来，因为我们今天在里面，然后这里上面有气氛灯，它边边会有 LED 帮它保护的。然后你说纱窗就是前面那个纱窗吗？对，它可以拉起来。纱窗，嗯，平常可以挡太阳，睡觉就开冷气比较稳。不错哦。我们晚餐没有煮，是路由的，有路由灯好。哎、欸，其实也还好啊。片片。对啊，那其实也还好啊。你要剪。然后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或者是你有想要。露营你要找营区的话，也可以看我们的频道哦。那我这一次就是提供了3样小东西，希望大家会喜欢，希望大家会抽中我的礼物，中大奖，超赞！这一看就是台风超赞，对不对？老公起床啦！起床！晚安。看我一下好吗？感谢赏片，我们下周再见啦，大家拜拜。觅食彩蛋时间。听说这个觅食彩蛋在山中的森林小屋里面，啊，山中路况不知道如何，我们去看看。天哪，你到底对不对路啊？我靠，我来到一个稀奇的地方哎、欸！哎呦，进山洞哎、欸，好酷、哦！哎、欸，真的是山洞哎、欸。这是彩蛋吗？这不是吧？靠！我来到什么地方？哎呦！那这里地方会有人来？那是？你确定你的彩蛋是对的吗？别有洞天嘞、欸！啊，吊床哎、欸！啊，黄色的小屋好可爱哦，好温馨哦，你就直接躺在这里的。简单的讲一下我们刚刚觅食彩蛋去的地方叫香芋森林屋，那里给我的感觉就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我们在开车的途中就会觉得，哎，前方到底是有没有路啊？到底是真的一间餐厅吗？还是我们被导航乱带呢？结果到了现场之后才发现，哇，山中的森林屋哎，很美耶，好悠闲哦。
这环境我就很喜欢。餐点的话呢，我觉得还 OK， 我是点鸡腿排，我觉得还 OK， 它的鸡腿排还蛮好吃的。我们最惊艳的是它的松饼，他点了鲔鱼松饼，它就是一个碗的造型的松饼，哎，超特别的，我们要拍下来。最大的特色呢，这边有养猫咪，它的电猫超温驯的，听说它已经养了18年呢，已经是一只老猫了。角落处啊，都会放一些猫咪的小物件，喜欢喵星人的话，可以来这边哦。